说到食物，美国相当有名的猫熊快餐平均一年增加50家店的连锁速度很神奇。 TVBS 的资深记者林宏仪、李伟华带您来看它崛起的契机。Hey Tom, what's with the beekeeper suit? Well, Panda Express has his new honey sesame chicken breast. 猫熊在全世界人见人爱，在美国有一家中餐素食连锁店，就是以猫熊为吉祥物，那就是遍布全美国、名气响叮当的 Panda Express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美国相当有名的 Panda Express 猫熊快餐的企业总部。猫熊快餐在全美总共有1600家分店，那么总市值超过了5400亿台币，而他们的创办人也是出生在台湾。类似台湾自助餐的概念，猫熊快餐因为简单方便而且价格低廉，在美国大受欢迎，平均一年就多开50家新的分店。 Panda 不是在缩小吗？在缩小吗？那么是 Panda 的世界，就是 Panda Express 世界呢，是相反的，是在很快的扩张。创办人陈正昌带领我们参观他的企业总部，墙上贴满 Panda Express 的经营哲学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他认为员工自己要工作的快乐，才会每天笑脸迎人去服务下一个顾客。Hello, good morning.陈正昌小时候在台湾长大，他的父亲是跟着国民党撤退来台的厨师，后来全家移民日本，再搬到美国。1983年，他开了第一家猫熊快餐店。30年后，这家店变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中餐连锁集团。陈正昌的习惯就是看到一丁点垃圾都会亲自弯腰，一定把它捡起来。这应该是说，像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应该保持比店里面还要干净吧。他说，管理餐饮业要从小细节做起，特别是干净度没有妥协的余地，因此每一家分店冰箱的食材都被要求摆放得整整齐齐。经常往返台湾的陈正昌认为，台湾的餐饮服务态度很值得他们的企业学习，那就是对待客人就像朋友一样。要 Panda 要做得多大啊？做得多大并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做得多好应该是更重要。另一家成功经营的连锁是这间古巴移民创建的面包咖啡店 Portos， 这里也是天天满满人潮。 We come here for the mashed potato balls and the guava and cheese, really good, really tasty. 这家面包店最有名的甜点是这个香蕉干片，还有巴勒面包卷，以及里面包薯泥还有牛肉的马铃薯球。这家店因为走低价策略，每个月业绩下下轿。We try to give a great product at a reasonable price, and I think people, it doesn't matter what nationality, they love that.相较之下，台湾85°C 进军美国算是刚刚起步。他们说，这些连锁餐厅的成功经验都是他们学习的对象。我常常讲，我们是3家店在一起，我们也是一个面包店加饮料店加蛋糕店。那如果往后要走，要提高这个饮料的比例，星巴克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对象。美国因为地大人口多，连锁集团都在摩拳擦掌，积极抢食这块大饼。TV 新闻林宏仪、李伟华，美国采访报道。